哇，今天早上这个雾水啊，大家看到吗？白茫茫的，全部是这样子的。过来看一下我这个玉米先，好多鸟在这里叫的，看有没有鸟去吃我的玉米。旺财，你来看这里看玉米嘛，有鸟过来你就飞，飞过来你就过去抓它。刚刚起床，然后呢看到这边很多那个鸟在这里叫，那雾又太大了，又看不到有没有鸟在这里吃玉米嘛，所以跑过来看一下，穿着睡衣呢，应该没有吧，没有看到了，因为我们那个什么反光条嘛，昨天刚拿我来，昨天晚上刚拿我来了，今天要装上去，但是那个好像要就出太阳才有用的，或者刮风才有用的吧，不懂得有没有用，等一下我们就把它装好先，要不这个更担心这个鸟会过去把玉米种子给吃光了。这个就是露水，所以呢我们这边湿气很重的，这个菜叶上面全部是那个露水。小不点回来啦，早上跟着我出来，旺财不玩他，回来，你不给他出来是不是？那小不点一出门，旺财就去门口守着他，不想给他出去，但小不点又不听话哦，旺财又不敢咬他。走，我去，走嘞，不去玩了。小不点，旺财上，追他回来，旺财。小不点，回来。不点怎么下去啊？小不点，你怎么下去干嘛？现在来砍一下这个竹子，过去搭那个防鸟的那个彩带。现在那雾等于撤销完了，差不多了，山顶上还有，找些高一点的竹子。小不点，你进去干嘛？小不点，把这个树子放下来，因为这里太多那个杂草了，还有有刺的那种草类的，放一些高的来。小不点，小不点也下来了，旺财也下来了，家里三个宠物全跑起来了。小不点，现在来干嘛呢？不回家喂女孩子啊？旺财。竹笋应该也就是长出来了，过段时间就有竹笋吃了。这可够高了，要高一点那个鸟才会怕，太矮了不行了。小猫咪都跑下来了，旺财怎么不过来？要看这个，又要看那个。Thank you.
挑这种高一点的，就是那个太矮了，鸟都不怕的。找一下有没有高的。竹林里面那些杂草特别多，一不小心会戳到眼睛的。去那边看一下，这个竹子因为靠近路边的嘛，它长到路边那边去，很多人都把它给太高了，妨碍那个马路，就把它给全部砍了。有很多比较大根点的，那个头都没有了。所以要到里面去找一找，你不好进去的。有的看到很这根很高的，但是上面被砍断了，好浪费啊！要的时候没有，要的时候有几个爱马路，那边有几个，还是高点的。
小组他也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就经常帮忙他吃。今天怎么样？来干活了，因为不舒服嘛，让他多休息一下。这个弄差不多了，要把这边地怎么弄好些。等一下我们那个梯子我来了，这个好缓一点，太多了，风吹它都倒了。那上面点叶子就可以了，你看太多叶子那个鸟还以为给它们上来休息的。Thank you.